一支铅笔教会你画一个有意境的山峰，我们用弯弯曲曲不同的线条画出来山峰和小路。铅笔的运用方法很多，我们在画侧影的时候就把笔放平，用侧锋来画，画得既快颜色又深。地面也是同样，把笔放平，用侧锋扫出来，我们画一些大小不一的竖线，上面比较细，下面比较粗的，画出来松树的感觉，很多很多小树就变成了树林。最后我们再画上一些小鸟。